超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比赛。本次比赛由晨鸣桌球会馆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300,000，总奖金近145万元。2022至2023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宝盈长盛体育、镇宏胶边、农夫山泉、威亚斯名表眼镜、野豹台球杆、奥斯本兹球杆、 LP 球杆、威力球杆、奥秘球杆、三国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李斯球杆、波茨杆、海林桌球、 AMPM98、 TK 格斗生活馆、护翼灯具、胜利者沙发、 TP 巧克粉、魔顿地毯、企鹅直播、虎牙直播、小麦皮头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雅乐美台球、蹭个够商城、赛克斯巧克粉、施博台球杆盒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国内组32进16败部第二轮17至24场的比赛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8号台裁判员于美子，运动员龚海峰、裴华夏。9号台裁判员王锦一，运动员邱炮谋、郝天。10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楚炳杰、崔明军。11号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运动员王云、陈双友。12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朱龙、石汉清。13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沈申义、冯泽元。 TV2号台裁判员张月秋，运动员赵延浩、张坤鹏。 TV1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记录裁判员龙飞、杜环玉，运动员郑宇博、赵汝亮。现在比赛开始。郑宇博你好，赵汝亮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郑宇博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张清勇。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边的郑宇博对阵画面右边的赵汝亮，这也是国内组的32进16的败部的第二轮，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，限时140分钟，抢十3局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郑宇博开球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。郑宇博
比较大力量的开球，上方有一颗进了底带啊，过线进球呢，一球可以盯两球次，白球运气不好。上手不好打，这个位置看看白球，要碰库，犯规，犯规了。那这时候全场自由啊，选花色的话要看看黑八附近的十号球这个位置。这边看，要不摆个十三啊，十三左边底带，白球呢向左啊，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呢，把这个十号位置呢可以轻顶一下，顺势可以包边向上。十秒。顶的还是有点正，还能打啊。这个位置的十可以后面叫一个右边的底带。首先中带这边要看看九，白球，黄一顶了个包边，十二号还是薄啊，这球还是不太好，还得再挑，看一下下方是不是要钻缝隙啊，走两库，因为这球你再顶的话可能还不一定很好，不如大大方方走一个四八缝隙啊，带低杆带左塞，走两库上去，再挑个中带，后面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挑十。杆法不低呀，走位上出问题了，低杆不够。同样来看白球，第一盘两个人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，需要时间，因为也是上午场，要稍稍的热热身。十四中带还有，好，右塞低杆啊，看白球，十号这边轻 K 薄边有效果，这个球应该是有效果的。来看底带，刚好够下。
再推两库，左中，角度合适往上推，往左边，然后下方黑八底带。没问题啊。第一局赵亮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赵有亮开球。中带也是没开进。上手选球的话，这个位置花色，上方14、11，下来中带两边10、12，底带这边的13跟9的两边底带也没问题啊。10秒，两个角度，延时，好，看方向，直的话就低杆，还是可以向上，强烈的右塞。这白球还是不好，左边中带没法打，右下方的也是挡住了，只能是右上，一个后斯诺的11。10秒，5、4、3、2，打进。好，再看啊，下方这位置12号。没问题，一杆准度啊，调回来了。再来13，同时呢，提前把9打掉，15号左下。看角度。有下，但是这个角度强行的向上叫，还要从左边直扩，那这个右塞要稍稍的强一些。
稍稍有点轻。上方再来个右塞高杆啊，走一个三库，叫一个二八缝隙的左下。继续啊，十五。手感还是说还要再调一调啊，再打几盘，底带准度。好像有一点点的小静电啊，就黑八有点点自转在里边。刚接触的时候呢，一点点。对，黑八小小的动了一下。静电效果呢，就是将一颗保护球变得比较厚。上手来看红三，上方红三推进之后呢，中带这边先调一颗下来之后呢，看中带的角度啊，中带有合适角度可以直接交六，延时，后面拿这个五条六也可以。要接力，大角度。这球选杆接力，距离有点远啊，这个双下很难打。看白球吧，放的位置啊。就主要是沉底挡住你红三。红三打进，看白球七号有，往上一推，中带四，再下来，然后是两边的中带二一，后面再过渡一个底带的五号，局面是非常好的，高到低啊，从高到低打。看角度，还可以向下啊，中低杆。再来左边，往下走的有点多啊，这球。那不行，你就二号低杆往回缩一点点，拿五再跳一个黄一的左中。继续。稍稍推一点点左塞就可以了，带口黑八，大局赵有亮胜，比分二比零。好，关了呀，谢谢。关一下空调。
第三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中带十四，带口有一颗单色的四号。我们看上手啊，四。下方看看这个六跟七的解决。六号这位置还好呢，可以直接后面挑底带，但是七没有。他叫人去关了。大力的一 K。好，这时候来看一下六。有下的话，这效果还不错。没问题，好，上方再来啊，黄一推下弹起，然后七左上，红三中带，角度啊，右边中带呢叫的稍稍直一点，往右边下方一推，白球呢也离库边不要太近。中高杆左塞，好，再推，角度，那低杆回来，十二应该也没倒。中带，第三局郑宇博胜，比分一比二，开球清盘，谢谢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第四局，赵武亮开球。中带九号进。左上方的单色跟花色都可以选。局面还可以啊，打花色的话就是一杆从上方向下的过渡，然后中带这边争取把十一左中调好一点，下方十二较直啊就好打了，并且下方你第一杆没调到位啊，用十四这边还可以再调。十四，角度稍微有点大，这杆球。自然的
轻推一库呢，白球可能会奔着左边十二这个位置来啊，所以这杆球呢，你可以考虑走两库，从左边绕出来。勾了一下，勾完还不是自然角，还要去调啊，或者说拿十号这边呢，从下往上再去轻轻一 K。减速，小提杆，角度还可以，上库一勾，中杆一勾，十二号，勾到，这个位置还是角度有点大，我们示意继续轻搓，带一点点右塞最好，白球呢角度不要往下方走太多。再看角度，有机会可以上库的话，低杆缩回来就可以挑一个中带了。第四局赵亮胜，比分3-1，开局清牌，谢谢。第五局赵郑宇博开球，右中啊，左上进两颗，白球有点靠在脚，红三还稍微好选一点，而且要看白球下方的 K 球。K 到右边是没问题的，左边要调个合适的角度才能打七。中带有，
再顶。这个位置的六还有点麻烦，下方看二号。左下没问题，杆法稍低一点点，直接向上，两中。还是争取较直。继续再来啊，中低杆一点。第五局郑宇博胜，比分2-3，开局清场。好，谢谢。第六局，赵有亮开球。14-11，中段两边进。上方的袋口右边有一颗花色。那就直接右上啊，稍稍打后一点点，低杆下来左中九，再往下，这里边12号来看看角度，下方还是要看看10号跟15的过渡，因为这两个球上边的单色有点多。较精细的缝隙位置还有一点点难度。10秒，延时。来看10。很强的一个左塞啊，15，角度，这球要带点低杆啊，避开黑八，顶二没事儿啊，顶稍微正一点。
左边小低杆一顶四，右下角第六局赵亮胜，比分六比，比分四比二，开始清台。谢谢。开启技术风模式。开启暴力风模式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第七局郑玉博开球，红三，高杆看白球，K 的非常的准，小低杆点右中，中的打进，再看左边，再往下走啊，然后下方三颗呢打一个右左的交替，九号、十四、十三。继续啊，杆法低点，再来，继续左下，然后看一下右边底带的这个角度去调黑八，黑八可以调中带，也可以调右下。出问题了。强行的薄一杆，六号过来又挡了个带口，赵亮这边可以直接打五向上啊，看角度往左边有多少，直接拼难度球，十秒。五。扫一杆没有帮进，
大力的打了一杆，那直接来吧，右上准度，继续的用中杆横向的上方的四一下来，还是想打一颗啊，这球10秒延时，又是 K 到一颗啊，没避开，左位上出问题了。10秒，白球做防守，看位置。还是漏球了，而且应该是可以向下的，可以吃下方的库边啊。这两球看角度，强烈的右塞高杆呢，从左边可以走两库，奔着右上方去叫。啊，这角度还稍稍有点偏大啊。两边走啊，左边或者右边，右边的话就是杆法稍低一点。对。蹬两库，还是稍稍的有些轻。黄一，再来，也稍微推点右塞高杆，第七局赵有亮胜，比分5-2。谢谢。
第八局赵有亮开球。十一。花色还不错，上手的话可以考虑下方的这几颗球啊，尤其是左边两颗。好，先推一个比较强的右塞啊，轻打，奔着中间的位置去叫，可以，左边应该比较直啊，可以传一杆，然后第一杆一点。再来，小低杆往回缩一点点，留点角度啊，十三没必要留了，直接上去，上方的一个底带和左中下来。稍带点低杆。角度，还可以，正常的高杆就可以了，轻了。叫的不值，啊，不行，吃下边的库边，再向上再叫。八局赵有亮胜，比分6-2，开球进塔，谢谢。第九局郑玉博开球。左上方啊，过线进。中在这边有二号，啊，看这杆白球，直接 K， 这个位置有点麻烦，
红三。选了个四，准啊！这杆球非常准。好，空三，薄了。左上右上，这时候看的就是黑八，黑八可以再看看左中啊，因为你自己左边这个中带有个十一，把十一打完之后，这个黑八的左中后面也可以看一看，而且中间你自己还有其他球可以去 K。能感觉到两个人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挺紧的啊，很慎重，而且这场比赛是败部的第二轮，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。先刮一下十号，中段还不太好打，不好打，找机会再 K 一杆。又量了一个位置啊，打十四，叫十二，从右边边库呢向左上再兜一杆。再把稍稍低一点点角度，角度有了啊，上手呢边库向上跳，稍稍推一点左塞高杆，这球呢最好能看看 K 黄一的位置啊，黄一 K 合适了，黄一还可以 K 黑八，然后黑八上方把六震开，还可以啊，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啊，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一个效果。黄一，黄一 K 黑八，黑八震开六，啊，再推十三，好，右边过来，把十叫直，往左边一推，黑八右上角。啊，这个位置只要把十号球叫的稍微正一点就好打了。再推，第九局赵有亮胜，比分七比二，官方暂停十分钟，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开启技术冲模式。
启暴力冲模式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注重打感，选奥斯本兹。胶边声音小，弹力大，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，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，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，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。振宏胶边均匀反弹，铸就一流打感，保障公平竞赛，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，制造好球桌，胶边选振宏。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，拍照直播不失真，畅玩又健康。针对掘金九球、中式八球、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。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不畏磨砺，披荆斩棘，十年一剑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野豹球杆，百台泥就上蹭个够，进口国产随你挑，不仅品种全，而且更省钱。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，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伟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
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赵有亮开球。左下，打得有点厚，没有打进。十秒，延时。花色，右下。好，左边九向上，右边中带呢十三较直，下方呢可以直接调十四。好，右中啊。争取把十四叫的稍稍直一点点啊。好，看这角度。等一股弹起，还是不太好啊。这个十一，对，后面需要再去调一个好的位置。底带有，中带这边呢，十二号可以轻推。继续来看十一啊，中的还有，不好打，要换球，不是很富裕这个位置，打的话可以踢点右塞，十一号中带，好，稳妥起见，打十再调。十秒，这回底带交到了，前面那个大力的蹬边库啊，还是因为角度有点直。继续。
第十局赵亮胜，比分8-2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上方四，过现金。选球这个位置，左下方有黄衣，中袋这边有五。好，五号球，继续向上推。这时候提前来看一下这个六的右下角，可以提前把这些球呢先打掉，因为黑八这个中袋位置用上方两颗球叫就够用了。上方还要去再调，还是向下，而且出杆这个位置不好。来个轻推的中杆啊，黑八自然的中带厚了。先防，来看接球，这位置来看看上方的十啊。再防一杆，是不是可以稍稍的去扫一杆来看一下？没有，完全挡住啊。
这位置十一中带有啊，角度稍稍有一点点向右边啊，向下方的一个角度。十秒。准进。啊，看左边中带啊。看右边，再推过来，一杆准度。十一还有推过来中带，中低杆啊，继续再推过来，第十一局赵武亮胜，比分9-2，谢谢。第十二局，赵武亮开球。开球时机。重新开球，重新开球，
第十二局，郑宇波开球。开球时机。也是开球时机。继续击打。这个位置中带有二号。犯规。自由球。四，左中。这个六的中段还有。右上方继续中对杆轻打，然后来回的一三中带下来，再来，中低杆往左边蹬一点点，啊，右中，第十二局郑宇博胜，比分3-9，谢谢。注重打杆，选奥斯本兹。第十三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九，啊，中带扎进，上方带口有一颗单色，而且临近的中带两边，中带的两边，来看一下黄一红三，好，下方四六七也还不错啊，七号这边的进攻角度稍稍有点局限。好，一打一 K。好，来看看右边。有打，但这角度稍稍都有点大啊，白球要小心下方的15啊，争取避开，稍带点低杆避过，又蹭到了11。这球四六右边后面还是可以打啊，可以交位。
扫进角度再弹。立杆尾低杆钻一个八号跟十四的缝隙，这里边后面还要看看十二啊，这不要形成一个影响的障碍球。调了个中带，看白球还行，有打。下方六有，可以先打六。一点点的向上方，直接低杆。第十三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4-9，开球清彩，谢谢。第十四局，赵武亮开球。过线要看一下。开球时机。赵有亮开球失击两次了，再有次判负一局。重新开球。谢谢。第十四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九号中带，六号左上。单色黄衣，继续带一些低杆啊，往左边走。而且这杆看看想法啊，你是交位还是正常的对四号这个点进行一些 K 球的想法。好，先调一杆啊，角度因为不是特别大。我看看中带，好，再过渡可以到这个位置，还可以。
好，直接来看看这个位置啊，右上方还比较直。继续，有向上的角度啊，还是带一些中低杆直接走。角度大就推下来，左中。第十四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5-9，开局清台，谢谢。第十五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两中，6号11。选球，来看看左边下方7，白球一勾。这个位置的中带肯定是没问题的啊。看看5号的右上，再来啊，左边这位置看要不要去勾啊。中带这位置呢，本身五打中带是没有的，但是你这个位置底带是可以正常交位的。它也不属于一个贴边库很难的球，离得很远。直接上来，好，左上。那中高杆往上蹬一点点，留一个红三，中带呢向左边下方一点点的角度，中低杆再调一个5条直点，然后黑八右下。黑八，第十五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6-9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
第十六局，赵武亮开球。大力炸球，白球，犯规。左下方白球吊带犯规。线后自由球。中在打进，看左边，一打一 K。没有完全 K 出来。看这个想法啊，十四，要不要去借个力？再低杆，有效果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角度，左下向右的角度，再看，继续右下，左边呢，看看能不能避开这二号球啊。没问题。第十六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7-9。第十七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中带一九，看上手，上手的话左上方有七，这球还不能轻推啊，稍稍带点中杆弹库下来，
直接中间四号左边 K12 K 到可以，那这时候看看八号的带口，对，这时候要给黑八去找一个带口啊，左下没有，右下没有，左中没有，好，右中跟上方的两个地带啊，就是在不 K 球的情况下，K 一杆好了，又多了一个带口的选择啊。左下，二号推下来拿五，再调一个黑八的中带。直接登起还是左塞的两库都可以，中带第十七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8-9，开球清台。谢谢。第十八局，赵有亮开球。没扎进。那这杆呢？力量也是非常大。这分数已经是追到了8-9了。选球，花色13，10秒。好，这位置左中没问题啊。然后呢，拿左边的14呢去调一个9号这边的位置，还是要看看12号啊，12号这边的点。因为中间的左下方还有个2号球，
好，直接推十四。好，过来九友。再来，再调。这球你十二号都可以调右边的底带啊，稍带点右塞的高杆，走两库。再看角度啊，十二号角度。还比较直，这个球还比较直，十五继续要叫的稍微再正一点，这样的话调黑八可以调右边，比如说右中啊右上啊，对啊，轻轻的一个推杆啊，可以带一点点左塞啊，你稳妥起见的话你可以下低杆都可以，但要打的比较正。再看单色，这里边可以先打黄一啊，稍稍的从上方减速勾一下五这边，看四角度。要先稳一手，六，十秒，延时。推得非常准，继续啊，再推一点点强烈的右塞，弹起，把四五上方打进，下方这个位置过渡的时候可以支持一个类似于线这种角度的二号，从底库往右边带左塞 KK8， 或者是你红三这边角度合适也可以 K。直接来了，提前解决问题啊，趁自己的选择球比较多的时候。十秒。K 了一个薄边。看想法，再防吗？感觉可能是不是要再防一杆？再防一杆，但是这球好像没有完全挡住啊，在边库位置
直接勾。看白球，左中左上，继续啊，继续需要准度啊。四，杆法稍低点，还是边空弹起，然后五三下来。要红三，好，强烈的低杆。继续四五，依旧是用低杆一点角度，啊，直接带低杆下来就好了啊，左下方七。看看是不是比较直啊，还不是，有向右下的角度。啊，白球两库左中，十八局赵友亮胜，比分10-8。官方暂停十分钟，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小麦皮头轻松上手，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
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。沪意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，拍照直播不失真，畅玩又健康。针对掘金九球、中式八球、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。沪意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。正清和雅，禅茶一味，太极之道，长胜智慧。我是张坤鹏，我选择皮尔利太极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圆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九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左中五号扎进，白球还不错啊，上方有一颗单色。看看其他球，好，单色打进的话，七二中带没有问题，下来黄一左下，从里边可以吃库向上去调六，同样的左下，整体局面还行。而且这个下方三六的附近花色离它比较远啊。继续啊，小低杆打进，往下走，二号叫直点，再低杆往左边缩，然后打黄一，从下往上去调这个六三，这个一调好了之后可以叫双位，就是六的底带跟红三的左中。感觉直的话可以稍稍带一点左塞啊，你这球不成你就去顶九啊，因为你感觉这个距离远不好停。还有打，但这个六不是直球。那就看想法了啊，你要杆法非常低的话，你红三也可以打左下了。对，这个位置。不过因为黑八在上边，所以你这个红三角度也比较关键啊，留自然向上是最好的，类似于现在这个六的角度。可以。好。过十三中带。十九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9-10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
第二十局，郑玉波，赵有亮开球。上方十，左边十三，花色进两颗。选球十四，十秒。再来看左边上方的两颗，十秒，延时。还是有点犹豫啊，这个位置。十二号，十秒，长台低杆。好，看看十五。到位，这杆球到位。好，调一个九号左中，教之往左边推，十一上方底带。一个轻推，二八号下方底带都有，留一个好的出杆的位置。然后下地杆缩回来，右下，第二十局赵亮胜，比分十一比九，开球请打，谢谢。
第二十一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中袋没扎进。好，选颜色。九十五，有效果啊！十五没挡的话，左上方十四还能够再推上去。十秒，延时。后面这个十三位置啊，其实翻中还是位置不错的，而且它附近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球去 K。就算是这个位置从上往下，你 K 球也有危险，打十一，白球容易掉带。可以看看想法，不成中袋这边把袋口让出来，后面去调一个翻袋。直接叫位。好。看看这个推杆能够准进的话，右边中袋底袋都有。而且这杆呢能赢下来就先到赛点，领先三局。继续啊，你再把十打掉啊，低杆向上，然后两个中袋调黑八。再来，继续中低杆。左下方黑八，右下角右下，第二十一局赵有亮胜，比分十二比九，谢谢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。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
第二十二局，赵武亮开球。十二。中带还有花色的十一，看下方，九这个位置呢可以调一个右下角，下半台的三颗花色里边可以提前再把十五打了，对，九跟十五，十五是因为它会挡到十三的右下。而这十三呢，后面看情况啊，左中右下。十秒。先来看十一。好的，九号。这球还不是一个直球，有向下角度，有向下角度。当然啊，你不强求一推顶的话，就是一个稍大点角度的十五，十五就可以向上了。对，这个位置。十秒。在镜头后面的王云跟陈双友呢，也是王云十二比七。已经到赛点了，好，大角度准度，而且呢正常的推高杆还不太好调，可以考虑打十五带些低杆啊，白球走得慢一点，争取能够过红三。推了个两库，看左边位置怎么样，敲到，敲到的话这个是向上的，就是现在画面向左，而其他球在右边，也就是常规画面的下方，是一个相反的角度。要不然直接再调一个十四啊，咱们再准一杆，对，下方再选一颗，反向再来，有点直啊，有点直，往左边中带尽量推右上，对。这个位置看横向角度啊，横向角度稍大点的话就低杆横台发力，因为右下角这个位置没有，而且感觉不太直啊，直的话都可以调黑八右中啊，但现在感觉不直。要尝试高杆穿越五七的缝隙，还是低杆啊，然后左下，哎，这是前面郑宇博的那杆中带的失误。打进的话应该是九比九，
场比赛结束，赵武亮胜，比分13-9。谢谢，恭喜。好，首先恭喜赵武亮在国内组的32进16败部的第二轮赢下比赛啊，13-9。那很遗憾，郑宇博在这个阶段就被淘汰掉了。整场比赛里感觉两个人都打得稍稍的有一点收紧啊，毕竟这是败部的，就是淘汰赛啊。好，再次恭喜赵武亮，下场比赛将在下午的13:30，我们下午见。